那因为母花诶，母名葵花哦，其中听出来是语言的问题，语言问题，语言问题。所以哦，潘爷咧客家文化哦，要多讲一个客家话，客家话要从世界唯一与客家人组织成立中央的组织啦，客家 VNV 啊，要做一台个一个样的哦。角色很大的角色，多多攀岩的是合同啊，参本了让客家人的自己来参加，中东人来互相的联系，再来讲个客家话，再有机会讲客家话啦，无啊，伊无机会讲客家话。咱同个各地个客家人个同地啊，要有有个亲密个交流，互相呢，有嘛个费啊，大家来同地，大家来是互相来参加，伢个费伢也参加，伢个费伢来参加，每个啊客家费，日本个客家人也也参加，日本个从政公费要提供全世界个客家人客家同地。参加明年就有发动一个同地，希望大家来参加。如果有韩国呢，庆祝有客家二年养小养二年年长年，后三年我习俗养后三年，不后三年呢，多了解客家文化，多讲客家话，我自己都去自己接触，莫讲老人家跟老人家之说，还有个是非啊。老人家问老人家，都从后生年轻啊，打成一团，互相的讲一下话，互相了解。落个桥，落老桥啊，走过一个新桥，新桥啊，注重一个重重一个路桥，也系挨个对呀客家文化的给很多发展的也建言。韩国呢？你讲，对外国不过年过年来讲啊，对你的我的座右铭啊，座右铭啊，对我的名，我是一个城字，日本话叫做马国洞，个城呐、啊，就是城以待人，城以待己，城以待物，城以待自己的专业，自己的专业城也很诚实的专业。就像今日的采访，我也是以诚相善待，这是我的亚裔人的人生的哲学特质角度啦。希望全世界客家乡亲都今日来大饼来发扬的一个客家文化，用客家话我永远的传下去，客家文化我永远传下不后代。继续的发扬光大，也是个个人的意见经验。